张老板，这么恁敢有卖电视广告迄款土豆汤？电视广告土豆汤？哎呀，电视内底无一个阿嬷讲啥物电脑镜的啊？是啊，电脑也会镜土豆哦。嗯，这你唔捌咯？哎呦，还佫滚到生生迷迷哦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的啦。张老板，张老阿嬷都知影，你哪会唔知啦？有啦有啦，哎呀，啊对啊对啊，就是这样啦，啊多谢啦，你走啦，多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干嘛？谢谢。哦，啊金华呢？哪话那土豆汤送的，啊就爱紧吃哦。不啦，嗯，你怎？啊，都迄电视都拢安尼啊，嘿，你讲不安尼有成无？爱紧吃哦，你点金华呢？话那土豆汤送的哦。这个有型啦，不过你的体格敢那迄个乌山的一辈。嘿，讲的什么话啦？你比较水，比较高尚，比较少年，比较好相，安尼好不？安尼嘛，较差不多。听伊讲哦，这拍广告这乌山哦，我那是个普通迄个家庭主妇呢。迄是拍这个广告了，贵安尼我穿的哦。有机会哦，我嘛要来拍广告。啊！你倒厝啊，食青岭边的，你来去抛头露面。哎呦，我会安尼做哦，那嘛是为着你，为着我。嗯，你想看卖？嗯，咱参像咱这间干妈店，赚啊唔加钱啦，啊，这生意哦愈来愈歹做啦。我若去拍广告哦，穿起来了对无？咱这间招来啊，再加一个妈，招来啊妈干妈店。你甲看，到时一间干妈店，咧人安尼吵吵吵，哭哭哭。这社会敢有看咧？你唔通讲看母安尼老呢？母啊，即摆安尼人缘外好诶。当时若毋是讲恁老爸安尼甲我动吼，迄家迄中国小姐有无？迄连一个因某啊，哪有通轮到伊？我这叫做大只鸡问题哦。是。我从一个尾巴吼。啊！看你要挂衫，要演衫，我甲翕翕的哦。啊，咱到处家己放，家己看，安无？你看门机啊，你要死死的。干嘛的？啊？是，我等你啊。来。啊，行。阿弟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好。喂，阿弟啊，嘿，安娜。啊，早孙阿妹嘞？好喏，那紧，放心啦，我会甲照顾啦。嘿啊。好啦，知啦，哈！阿英，我那来佚佗呢哈，好。玉云找什么相？阿玲啊。嘿，小姐，你刚起来，多谢郑卡哈。嘿嘿，恁哦，为郑卡起来小姐哦，爱特别注意，有一挂迄客人车啊，歹心毒用的。看到恁好骗，你接好就驶山顶去，惊讲我驶唔着路。还佫有，无就是哦，载你摩托车啦，什么火车路啦，像我，免惊，我袂，坐我车上安全啊，啊，平平整开，我知啦，爱特别照顾，对吧？嘿嘿，好了哈。我讲了有准无？咱两个坐踮遮点外钟啊啦，才卖迄罐20块。哎呦，囝啊！啊，我安尼一日到晚听你讲啥物要补货啦，去进货啦，啊，刷嘞吼，一个过期的都安尼不但掉啦。迄若毋是讲吼，恁老爸安尼哦，放一寡做工啊屎吼，我看咱全家伙吼，真是爱来去食啊摸，安尼啦。去找一下这个吼，上下班你管领迄个细心水的迄种头路较好啦。我找头路。哎呀，你这句话敢那我听你甲细细讲的。这回阿妈。你是？我是阿玲啊，你袂记得我哦？哎呦，虽然时阵啊，阿
肥啊肥啊，两公安尼迄日闹，哦，我咧当时变甲遮大汉啦，佫遮水啦。哎，阿姐，你真是叫囡仔做甲老去啊了。遮袂好。阿玲安尼，这久无看变遮水啊？哪有啦，是恁两个唔甘嫌嘛？啊，你坐啦，你莫徛徛咧，我歹势咧。坐啦，好啦。哎。啊，是讲你安尼向阳来台北是要创啊啦？嘿啊，啊你毋是咧读高中诶？哎呦，我高中早就毕业啊，我阿爸吼一直叫我去考大学，其实我都未晓读册啊，啊愈读愈浅。其实吼，我想要来读，是要来演戏啦。啥？要演戏？嘿啊，然后我高中读的是影剧科啊，所以我学的是迄个表演。我希望吼有一天会使像萧蔷共款哦。不是撞墙，是小强，一天只睡一个小时。啊，还有贾静雯啊，伊会使吼拍迄广告啊，啊，就变成大明星啊。不，你两个在结拜。赵阿伯，你先讲啥？哎，你莫听你讲遐个啦，我来讲。哦，那你的条件这么好，一定赞的啦。凭迄个什么撞墙啦，啊，什么迄个真的假的哦，也搁较红，也搁较青。阿妈，你讲是真的哦？你足有敢讲的呢，我讲啦，我本来嘛是想讲要去行迄条路，啊，不过即摆袂要紧，即摆我让你去行，嘿，啊，我吼来做你的新妈，好，安尼上好。有啊，哈，那新妈还是足忝的呢。那边哪会啦？我是要保护伊呢。你看，咱参像迄落什么小啊 ？S， 你老母唔是拢甲咱缀条条？哦，对啊，叫老阿伯，阿伯吼，我变较足红了，我家里个迄个家阿妈介绍给大家拢认识，互恁搞健康红。我免，我这人是安尼吼，我若平凡，我就上福气啊。好，无啦，阿妈坐你入来，好，休困一下啊。坐人去啊。我来。哎，你在创？哎，你这大骗子，我都还袂去找你，你哪会走出来哈？哎，爸，啊，恁有熟识？无啊，那我妈妈跟我讲吼，为台北车站来到恁家，才200块，伊跟我塞千外块了。姚明啊，你真卡来找伊两球那好啦。无啦，我姚明啊，啊你开客运车唔来照规矩，哪会安尼讲好嘞？哎，莫听囡仔乌白讲啦，我哪有？什么你囡仔乌白讲啊？伊是我老东西，早孙啊呢哈。你若无甲人骗钱，人要哪会诬赖你啦？哎，歹势歹势，啊，俺无两早讲咧，其实我咧唔知，哎，来来来，这给你，给你，哎，这双吼算我的，这双算我的。行，阿妈找你去吧。哼。嗯，你讲灾哦，白事，我今天生意歹，侬走偌济啊？200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无你咧笑啥？无你今仔做偌济？20块。啦，20块。哈哈哈！我咧加菜，我今日做200。哈哈哈！美玲啊，你是李秀男啊，臭跳的啦！咱是伫倒位？嗯，啊，正经咱伫电话公司咧上班，我逐工叫头家订迄个啊，你袂记？臭电视哦！哎呦，变个遮大个！办什么？哎呀，拢无办法！来，真久无看啊！无简单，你即摆咧做电视明星哦？不是啦，啊，就娶林志的啦。什么事？临时演员啦。哦，你是讲你是迄个经纪人就对啦。嗯，你是拍到的是台湾霹雳会啦。你是讲迄二高台台湾霹雳火？嗯。哦，全国说出你第一名嘞。普通名啦。欠角色无嘛，加推荐。你想要？
真正晓演？会啦。哦，不，你稍等下啊，我去问看嘛。抖音，哦，抖音，我偷听了。来来来，我来讲，这吼是八点钟上床的哦，今麦跑 AM 都播出来了，哦，这紧哦，对啦，我来讲，你这个角色个足重要，足重要呀，你今麦就准备下吼，阿三先吼，哦，整理一下哈，准备下哈，哎，小李啊，小李，我来讲哈，小李，台湾霹雳吼，英雄都播出了。干嘛的？到底干哪？哦，不啊，到底我们跟你讲。哦。阿孙嘞，阿奶，啊？哦，哎，你遐坐啦，遐坐啦。唔免想要怪钱啊。哎呀，不会啦，安尼想想遐坐。啥呀？今晚八点台湾霹雳舞，你要演出啦？啊！这摆是安怎？我这摆要做新妈。接一通电话变新妈？嗯，我讲哦，阮透抽的哦。应该要演迄二十九台迄台湾霹雳舞内面哦，应该要演出咯。我来送你。哈，还唔捌报？哎，今日甲大家通知一下。哎喂喂，春姐。我讲哦，阮头条的吼，因暗要演许二十九台台湾霹雳舞，嘿啊，因暗在播出来嘞，嘿，我讲你过去安尼，你八点以前吼来阮家，啊来阮家就是啊，免问问遐济啦，哈，我讲哦，莫超过八点，莫较早来啊。哎喂喂喂，阿兰啊，我讲哦，我迄第二孙的头条的啊。因阿某，你二十九台迄台湾霹雳会内面哦，要演出来呢，哎呀哎呀，哎我讲，讲得遐大声。演员他妈的，一个吊车打下来都是烂货，你哪里找来的？导演，我演戏。导演不要生气，我去处理一下，我马上处理啊。好，下来一个。好了，正式拍了，来。好来，好了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喂，你之前拍戏啊？啊！你是哪个警察从我面前走过去？我你说，小谭，哎哎，导演，这种货色他妈烂的事，从哪里找来的？啊，导演，不要生气，林记，林记，坐坐坐，导演，不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搞什么东西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下一个。好好好好，哎哎，同学，你边一等就好啊，卖去行行，这导演所在啦，吼。是啊，好好，别别乖乖等哦。六，导演，五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烦死了。三。后面的吼，我阮查某囝外三年了呢，讲拜托我吼，爱替我你签名啦。喂，拍戏小声一点，讲话大声一点，你干脆你太直肠啊！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屁，后面嘞，你比电视还倒嘞。你怕伊啦，卖我讲话。哦。就一部讲话好无？好啦，我做领导的，拜托个啦，拜托个啦，拜神啦，拜神啦，无伫遐佫讲话，叫倒个骂人啦，哎，停停停，等等等等，哦，你咧写东西咧，来，停停停，拜神啦，甲你砸倒一个啊，我真正，你谢霆锋要甲你比啥啦，你真正比咱领导，哎，台湾霹雳哦，阮兜规家伙我爱看的呢，迄重播哦，拢总一天安尼三摆，阮三摆拢看呢。我跟你讲，那迄台湾霹雳火吼，真正无你真正袂看你啦。我你演技太赞嘞，比迄陈昭龙好济嘞啊，真正呀、啊。真正，我尤其伊拢干了一个酷势嘛。是你把你的代理权啊留煞摕着。我感觉恁两只只安尼无啥物意思。教头都爱是你把你的，你演一摆，认真你演一摆。好，好来。是你把你的代理权，赶紧给我摕着。干掉！啊，安尼算讲用演的就对了，演技你本来唔是流氓，我都演到足像流氓了就对啦。做这道袂歹赚哦。哪有影啦，演戏艰苦啦，迄我安尼当阿出来演戏哦，迄偌歹命呢。我捌一届吼安尼演二十几集哦，演规半个月、几个月哦，领万六块啦。这对。迄戏嘛正重啊，但是我开三十几万啦。哪呢？倒插啊！公关交际、食饭、餐厅、占酒店，哦，俗个开偌济呢？所以讲，迄阵好佳哉，我是查甫呢。啊，我若查某的吼，我着搁含水嘞。你搁含困哦？你唔知，迄有诶足济老母无，讲查某囝爱甲我带演一下。我咧讲，我甲讲哦，你去演，我咧困到大巴肚哦，反正都袂红哦。啊，有时啊，甲提囡仔提袂赴，我咧讲。所以演戏真艰苦啦，你毋知影。我搁有一届哦，迄届较可怜啦。迄坐飞机去高雄来回哦，敢那飞机钱开五千啦，迄集讲一场尔四千啦，四千哦，钱去用 A 去啦，收着扣缴凭单，减卖缴税啦。你当作 A 你才好哦，艰苦啦。做这道才好走哦。你唔知影哦，呵呵。是讲有当时除了演电视以外，我嘛看你迄做者迄落暗话啊，搁人咧选举。哦，你伫遐主持人，我当选，嘿，迄种好赚哦。我有咧包暗卖啦，我无加减包，我拄啊饿死，但是拢乌眼较济啦。即摆人有较红啊，南北二路啊，兄弟啦，吼，政界大家都要叫啦，但拢无钱个啦，拢乌眼会较济啦。嘿啊，准备来。喂，迄一场超好阿袂啦，啊？伊开偌济啊？六万哦！那拜托了，伊什么卡销啊？六万，伊较早恁凊彩八千就做啊！你开六万，你甲讲啦，六万吼，阴间有暗会哦，叫伊去啦。阴间有暗会，叫伊去，啥物意思？鬼才要请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够好笑的，哇！主持人嘞，主持人，要反应有够紧的啦。哈哈！哎，少年的啊，啊，你是讲那足爱演戏哦？有兴趣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演戏吼简单啦，安怎？嘿啦，演戏就是生活化，带入这个生活。你参像无，阮内底戏讲迄个老文聪无？哦，真济聪啊无？嘿啊，你安尼只头毛都洗甲敢若一个戏杀戏安尼有无？你看伊咧演戏就足入戏，高演，嘿，高演啊！伊咧戏中内底演到偌歹，你看。落去了，转去嘛是精神，那转去嘛是同款咯，回袂转来嘛是迄种歹人的个性啊。哪呢？嘿啊，迄就是入戏啊，入戏啦。哦，就是伊家伊本身想甲迄个角色已经敢那做伙啊，那本身就是老文聪啦。哦，真正有够会演，我阿妈讲哦，迄是迄落无拄着哦，无伊真正哦要用迄个水肥啊，甲破呢，哎啦。定来嘴外口嘛爱嚼啊嘴。伊惊用精啊！尤其伊演吼有一个安尼，种个。咦，
灵魂跟在我的身躯边，绝对袂让你吃亏啊！赞赞赞赞！哦，你好。好了，你好，我好。